我觉得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小辛苦、小挫折，或者是大辛苦、大挫折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人也是习惯从小就要去面对这些事情，只是这些事情是大还是小，是要去化解它的时间是长还是短。所以我觉得时间是能解决一切的问题。